大家来这个咖啡馆。那更欢迎这些年轻识字型的人来加入。老铁官，恩求老警官，这首妈妈你答应的情歌，人讲无流行，也已经提示行，老歌词感情永远好听。谢谢。很多事情不会做，这是最最重要的。是哪些事情？很多，可能拿着罐头就不会开，拿着水壶不知道怎么倒水，进浴室不知道开始怎么刷牙，怎么洗澡，就是一些步骤的东西，对他们来讲就是非常的困难。因为第一个要活到老学到老，我永远都记住这句话。第二个，来这里有很多工作都没有人做，然后我一看到这个咖啡我很有兴趣，所以我就自告奋勇说我来做。因为我在公司每天都要喝一两杯咖啡，我也都是跟我那人讲，我自己来泡。他们很需要的就是耐心，你有耐心，你脸上表现出来的那个平静对他们来讲就是平静，你的不耐烦对他们来讲就是很急躁，他们就会很紧张。